是不是眼花了？我刚才看见你消失。没有，我刚才就是消失了。之前也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。过春节拍合影那天，郑达前是不是消失了一下？对，当时我以为我眼花了，后来我找会议要了照片，发现照片里的达前真是模糊的。哎，李子，你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？我还真没注意过。喂，你是郑达前吗？我是郑达前。喂，是我，我在铁原站，你呢？信号随时都有可能中断，你先听我说。从你的时间来算，3月1日那天会发生火流星，来铁原站坐那趟 K268。那慕子李呢？你俩在那边咋样了？慕子李，他在几个月前出了一场车祸，人没